那些口口声声钱越来越难挣的人，应该看着你们像我一样，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。我朱一旦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源，所有的人脉、渠道、资金和经验，像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礼物，底薪优厚，提成给力，包吃包住，非洲文明的面纱被层层打开，可以尽情的自拍，自由学习一门非洲语言，学习一段部落舞蹈，欣赏一位异域的姑娘，去遥远的地方打工。很多员工从一进公司，你们就在自由探索你们自己的活路。很多人在刚毕业就进入了非洲实习，实习于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但你们只凭相同的船票就能结交千万个共赴非洲的朋友。你们拥有了曾经我梦寐以求的权利，出国的权利。你所靠岸的就是你的家园。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非洲，但是非洲更有幸遇见这样的你们，向你们的家人道别。弱小的人才害怕非洲和瞪眼，内心强大的人从不吝啬探索与冒险，向你们的勇气致敬。小人怨天尤人，君子敢于行动，人定胜天。更年轻的员工容得下更多元的非洲文化。有一天我终于发现，不只是我在教你们如何适应非洲，你们也在启发我怎样把你们更好的送去非洲。那些抱怨钱越来越难挣的人，应该看看你们就像我一样，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。因为一旦集团最好看的数据就是送去非洲的新员工们，你们不用挣到我想象中给你们的工资，因为我朱一旦的想象力不足以让你们在非洲活下来。如果你们依然需要我的祝福，那么上船吧，飞浪，我们在同一条奋进的船上，和1.3万非洲一旦人一起挣到手软，盆满钵满。